歹过遐尼济冤路，你敢就会对阮上好？咱拢心内有数，但是要 run my world。遮多人在散步，沉醉浪漫爱河，找着美美的凉风，咱就茫茫相好。看你乌乌的目睭，有足多话想要讲，你着真足听好。I wanna be your love, yeah, yeah. Oh, I wanna be your girl, oh, yeah, yeah. Oh, 尾奏蛮长的吼，跟我一起摇。谢谢。哎呦。非常开心，感谢花莲，能够来参加这个夏恋嘉年华。其实我很常来花莲的，因为我开车，我自己会开车从台北，然后开到花莲来，就住个一个晚上、两个晚上这样子，就觉得真的来到东部，那个天空跟那个气味是完完全全不一样，你会觉得被疗愈的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压力很大，就会想说啊，不然开车去到花莲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棒的一个地方。如果大家有空啊，如果说想要洗涤一下心灵的话，我觉得来花莲是非常棒的选择。好哦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这首歌比较轻快一点，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写的歌，《天生一对》，天生一对三五零。心爱你无代偿，撇开你的手掌，将我揽安安。今夜的气氛有淡薄仔无同，若爱我就唔通孤单。将花关红，用心感受我的人，双手拉过我头发。相骂，你的阿妈，我的
一滴，予你发现我的未来。一世一世人的情意，当作相伴。你的阿爸，我的母舅，天生一对地瓜。吉祥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喂啊，好听好听！对，欢迎周阿文，你好你好，是给亚文一个热情的尖叫声。哎，对，亚文哦，天哪，我是要帮你拿个卫生纸啊，还是擦个汗？我还没唱就湿掉了，因为我太热情，对不对？真的真的，上一次来是在跨年冬天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对那时候，现在呢是我们夏天的时候，对，夏恋嘉年华哦，对，夏恋嘉年华，来，跨年，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碎掉，对对，可以，谢，可以哈，你看我们花莲多热情，是不是？很热情啊，对，真的。再度回到花莲，两一次两种感觉，对，怎么样？跟大家说一下。其实我不算再度回到，因为我其实蛮常来的。我听说你超爱来花莲，对不对？超爱花莲，对，自己一个人开车来，然后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会经过那个山路嘛，然后可以看海，又可以看山，可以看山跟海哦。而且你是不是有去喂孔雀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我都跟你说我是你的铁粉，我认真的。孔雀到底在哪里？我很喜欢孔雀，然后就是我在那个民宿，就是民宿里面，然后住了一晚，就发现这个民宿有孔雀。有开品吗？没有，对啊，就是他们就可以喂它吃东西啊，就很开心。哦，但是来花莲，你有没有觉得就特别的 chill， 对不对？很 chill 啊，很喜欢花莲，超喜欢的。我觉得那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一到这个东部来，那个天空啊，跟那个。你知道经过那个空气是不一样的。像我刚刚就跟姐说，我在那个市区骑脚踏车啊，我这样看，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被山，然后被白云、被自然这样子包围、环绕、拥抱的感觉，你就觉得很温暖。你知道我就是花莲人，我刚才也说，我们去外县市做活动的时候，他都会说，哎，你留下来。我说不要，我要回花莲。你会觉得花莲，只要进入花莲，你们感觉整个就放松，自然而然的放松。真的，有时候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旅行，然后写写歌之类的，我就会来花莲。对呀、啊，没有灵感的时候来花莲就会特别有灵感，真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刚刚有一个那个大哥啊，他一波的来啊，他说那位那位，他一直在挥粉红色棒棒那一位大哥，你来看下，钟阿文。天哪，他下午就坐在那边等你了。他说你开始比赛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关注你，看你一步一脚印。然后呢，拿到了金曲歌后，对不对？就搞哎吼！我们希望可以常常哦，因为亚文喜欢花莲，那也希望可以常常在花莲活动都看到亚文的唱歌给大家听哦。尤其今天在我们的摇摆金曲乐，其实听到亚文的歌声，非常的感动。对。